松道长，和公安的部长打电话啊。嗯。别那整的窝不好。哎。哎，我告诉你，你这都干的怎么的？对你使用武力了啊！你这试试。我是正常来执行职务，你听我说话行不？行，站着。别他妈动手动脚的。你咋你咋的？说话。哎。马上找王一红部长，现在上土匪来了啊，全是土匪，你看我得扒出去，王部长，看着啊，他们派出所土匪，姓胡的，好了，王部长，我说完了。什么姓胡啊？你姓啥不知道吗？我不姓胡，我都不认识你，干啥？死啊，死的一起死。视频里这位老人叫孙毅，面对民警，他情绪十分激动。在我们与受害人接触过程中，很多受害人均回避、拒绝，甚至出现了辱骂民警还有抗拒的现象。我们民警派出所的民警穿着警服去找他，说你被骗了。他说我怎么被骗？刚才那个部长才打电话给我，哪里有啊？没有，你们都是土匪等等。原来老人是一起诈骗案件的受害者，民警这次找到他是想对这起案件的相关细节进行调查，但是老人却坚决否认自己被骗。通知他来询问，他不配合，这个难度很大。那个钱我们已经冻结住了嘛，我们就是当他是一个受害人，这里要一份材料，他就认为自己不是受骗了。他说我转过去，这个钱是受那个公安部某领导这种打电话给他安排，他只是做的这个事。我告诉你，我这有执法记录仪啊。哎呦，看你了啊，你就咬那口。你骂谁呢？骂你，就骂你啊！骂你，你就动动，你就动动，动我对你使用武力，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死，我死了。哎，王部长，现在土匪都来了，在这儿呢。沈阳市公安局康平分局朝阳派出所的民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试图平复老人的情绪，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王部长，我是沈阳市公安局，我知道。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民警，我知道。我认得你，我实行到你家来执行职务，告诉你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哎，周老，周老，看看这帮土匪，周老，你瞅着，周老瞅着这帮土匪。周老，你看这帮土匪，你看土匪来了。周老，你瞅着，我告诉你，你不要说，周老，你跟他说，周老，我念报上王小红部长，我不看这个，这是我的执法证件，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家，能不能看？我不看。我们工作一直做不通，当地警方、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去找他，他也是认定说你们过来找我，你们也是土匪。他就是打电话给他，在幕后对他诈骗这个嫌疑人，他就认定这个，已经完全沉迷在里面，陷在里面。而老人口中所称的王部长周老，正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明明是诈骗案的受害人，老人为什么不配合警方的调查，反而对实施诈骗的嫌疑人深信不疑呢？其实，这位老人的表现并非个案。在凤山县警方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很多受害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没有被骗，给警方侦破此案增加了很多阻碍。大投资大回报，1200亿的一个项目，精准扶贫的项目，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么多事要好好的，我们也不能诬陷他们。正义与邪恶反复交锋，系列节目《反诈一线纪实》，深信不疑，一线正在播出。2022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公安局的民警接到群众举报，在凤山县一家医药公司的2层，每天都有大量的老年人聚集在这里，看起来十分可疑。有老年人的子女嘛，发现哎，早上怎么父母那样都是去那个医药公司的2楼那里，去三家做什么？每天都是拎几个鸡蛋回来，也要一问，哦，他就说哦，去那里盯一下课。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发现该保健品公司
以集中听课、免费送鸡蛋的方式进行宣传，吸引老年人到现场听课。随后，他们向到场的老年人发放小礼品，免费办理会员卡，借机推销保健药品及器材。这个的话，产品那是真的，那就是价格或者是比较昂贵一点，那些器材。所以我们就到现场之后，我们就跟那个老年群众说，如果说不需要或是怎么样的话，就不要购买这种东西。显然，这是一起通过夸大宣传进行不规范营销的活动。警方对商家进行批评教育后，看着现场为数不少的老年人，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开展一场老年人防诈反诈的宣传。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局部地区高发，已经成为各级公安机关的打击重点。而就在这场宣传活动中，一个涉案数千万元的大案浮出水面。在民警讲解时，有老人反映说，他最近接触到一个养老项目，只要缴纳350元会费，即可在北京等大城市拥有一套安置用房。这个情况一下子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就是因为我们是前几年，从2017年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县也确实政府也有那个移民搬迁的那个安置房，但是那个的话缴纳的钱可能是每个人有2500嘛，这个是政府性的，给那个贫困户搬迁来到县城里面，然后这个老年人的话，他就认为也有可能是真的，他就咨询我们这个事。不过，国家针对贫困人口推出的移民搬迁定向安置项目，和老人所说的这种养老安置房显然不是一回事儿。350元就能拥有一套大城市的住房，这显然不现实。民警就此展开了调查，很快发现，推广这个项目的人是该县中庭乡某村的余刘。就跟周围的群众了解一下这个事，然后就有人就说，哎，这个事好像是我们村的哪个人，就余某，他们好像是宣传过这个事。余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正当工作，但是令村民感到诧异的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日常消费却出手阔绰，经常带着几个自家兄弟出入高消费场所，曾在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一个村里面有几个姓余的啊，几个平时不做什么，就经常在家挤的房子很大很大很豪华，开的豪车，装带的那东西都是名牌的，跟他一起出去的，出去晚上消费，一晚上就1-2万元钱，还有购买的金银首饰啊，那个混很多，还有车辆，也是近期的话都是年前又刚买了一辆汽车小轿车，原来那辆车都卖了，一下就又换一辆车。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民警从村民的口中了解到，余刘曾在酒后吹嘘过他挣钱的门道。这个人在喝酒后，他说：“哎呀，现在的老年人相信这个人这些东西的很，就安置房只要给他们交几百元钱，然后他就都交那个钱上来了。”凭着职业的敏感，民警意识到，余刘可能是以养老安置房为由头，干着诈骗老年人的勾当。于是，警方立刻将余刘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在刑侦、网安等部门的配合下，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民警在调查余刘的银行流水的时候，发现一个名叫涂军的人，曾经给余刘汇过28万元。通过他的银行流水嘛，通过他买车的记录，我们去在南宁调了他买车这个银行卡转到车行这个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钱是来自这个浙江的一个涂某的一个涂女士的。这个受害人是以前我们在做那个民族资产诈骗案件的时候，浙江一个团队的受害人名下的银行卡直接
把一笔28万嘛往余的银行卡里面打。涂军今年77岁，浙江绍兴人，是警方之前侦办的另一起诈骗案件的受害人。他为什么要给余流汇款？难道是再次被骗？而且除了涂军汇入的这笔钱，民警发现余流账户里的其他钱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汇款，这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显然并不正常。比如说我们就直接用银行卡就直接去购买那个车辆了，而不是说先把钱所有的现金弄先存到某个银行卡里面，并是同一天那种存钱的地点是在新疆的库尔勒市，但是购买车辆的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宁市。除此之外，民警还对余流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发现一个名叫曾丽的人，这个人民警也非常熟悉。曾某的话，在2017年到2020年的时候，他因为涉嫌那个诈骗被判刑，也是刚刚出狱的一年。现有证据表明，余流、曾丽等人涉嫌以编造虚构养老项目的方式，对全国多省市的老年人实施诈骗。经过研判，凤山县公安局决定对余流和曾丽进行抓捕，并借此突破深挖其背后的诈骗团伙。不过，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余流和曾丽在实施诈骗时都是开着车到处走，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这给警方的抓捕工作造成了一定障碍。中共来的有个消息，对不起，我不懂，我就带车出来办卡不？我现在来给你干。哦，来，我拿出来。2022年3月4日，经秘密跟踪，警方将曾丽抓捕归案，但是应该和他在同一辆车上的余流，此刻却不见了踪影。因为到半路上，曾某强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就是一个小事故。事故的双方就说先去交警大队那里处理，然后余就在半路中下车了，所以曾自己在车上。原来就在警方对涉案车辆的物品进行清点的时候，因为长时间没有曾丽的消息，余流感觉事情不妙，便逃之夭夭。几天后，民警经过多方排查，在一处废弃的房屋内找到了余流。不过，余流和曾丽到案后，审讯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态度强硬，拒不认罪，深陷骗局避而不见。警方的调查工作将如何继续开展？系列节目《反诈一线纪实》，深信不疑，一线正在播出。在此之前的抓捕中，警方曾在涉案车辆上发现了涉及受害人涂军的部分物证线索，于是警方决定以涂军被骗案作为审讯的突破口。然而，余流和曾丽显然早早建立了攻守同盟，讯问中拒不承认自己有实施诈骗的行为。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杜兰军的人？不懂。你是否给杜兰军或者杜律师打过电话？没有。那你是否给杜兰军或者杜律师打过电话？不能啊。这个嫌疑人他是说，你们有证据证实我都涉嫌多少罪行，那我就认多少，我法院判我多少我就认多少，但是你让我开口我不开口，能够查实多少你就定我多少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只通过手机网络与受害人进行联系，没有接触，没有作案现场，很多证据都是延时证据，取证难度很大。为了落实好证据链，
侦办民警立刻前往浙江，试图从涂军那里取得更多的证据线索，可面对民警的到访，涂军却避而不见。他精神状态还不错，比较知性，但是就是思想，就是认定了一个东西的话就不回头，认定这个东西他就一直非常执着。无奈民警通过老人的亲戚和朋友多方沟通，终于见到了老人的面。见面后，涂军坚称自己没有被骗，还拿出了一系列盖有公章甚至标注绝密字样的红头文件，向民警证明自己参加的是合法正规的投资项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他参与的这个项目吧，就是那个交会费可以得到养老住房这个项目啊，是不存在的。但是涂某出示了一些文件，上面有国务院还有民政部的一些假的文件出示给我们看。涂军说自己确实是在余流的介绍下参与这些项目的，但是这些项目都是国家支持的合法项目。那个余某他是以国家扶贫办主任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打电话给那个涂某军，打电话给他，就是说以1200亿的一个项目，精准扶贫的项目，就是说要发放给这些短队的老年人或者是贫困户。仔细和老人进行沟通后，民警终于意识到老人不仅陷入了骗局，而且是陷入了一个连环骗局。原来涂军几年前就曾经深陷民族资产解冻骗局，并且他还鼓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参与，导致多人血本无归。就在他深深感到愧疚的时候，通过非法渠道取得他的个人信息的余流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介绍他参加。北京的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给他说，现在你们参与了这么多年的民族资产解冻也没有什么收益，你们也算是有功人员，现在国务院中央也开始注意到你们做出的贡献，现在应该你们也老了，所以需要对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就跟他说现在就有这个项目。电话里余留给老人介绍，这是一个海外爱心人士捐资1200亿元成立的专门针对经济条件欠佳的老年人开展的帮扶项目，参加项目的人只要缴纳350元，就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获得一套养老安置房，购房建房的费用都是由爱心人士的1200亿元捐款中支出，名额有限，只有30000套。因为考虑到涂军在之前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上属于有功人员，所以优先邀请他加入，并担任绍兴地区的负责人。不过，想要加入该项目，老年人需要先证明自己是一个爱心人士。你参与过哪些项目？一个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嗯，第二个呢是帮助几个老人嘛，所谓老人嘛，交点费用，就是。其实是不是真老人，我们也不知道。电话里通通的。按照余留在电话里介绍的方式，涂军掏钱给几个从未谋面的老人买了几套棉被后，顺利通过了爱心测试，并获得了购买养老安置房的项目。在各种红头文件的轰炸下，涂军对此深信不疑，不仅自己参加，还发动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参与。然而在连续缴纳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费、公证费、税费后，大城市的养老房却依旧杳无音信，更别说余留额外承诺过的奖金和小汽车。就是一刚他对接这边，然后给你负责嘛，是吧？对。
然后就是说，你负责的话，他需要你做些什么？需要发放啊，老百姓的发放啊。发放要怎么样的发放？他是直接打滚过来给你发放啊，还是？打滚过来。啊，那打滚之前，他有没有要求你需要交什么费啊那种吗？那有的，我们交出去的就是这个钱。交具体是哪些费用？六部一会都要钱的，税收证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啊，还有什么证件费用啊，都是反正要交费用。电话里面给你们的承诺是什么？承诺，那你总是有奖金的。他说的，给我们每人买一套房子，给我们一辆的轿车，是吧？还是红旗牌的，每个人给个30多万。也有30多万，1-2百万也有。这我那时候都话不一样的，能信不？我们也从来付出去的，也从来不想回报。在民警苦口婆心的解释下，涂军虽然对这个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扶贫项目有所动摇，但仍然没有从这场迷局中彻底走出来。他来的都是很正宗的，好像很正宗的手术，国务院应当，难道这个东西也敢造？他要不要命了？是谁联系你提供这个银行账号和名字转到这个账户上去的？是玉刚吧？玉刚，央行，那个中央人民银行的行长。对，是他联系。是真是假？我不懂，我不知道，这个查证不了哈。是吗？是吗？他先电话打过来，后来他说我把资料发给你，那么我一看资料里呢，好像很真切，各部位的印章都有。如果是央行，正宗是央行行长，我们也不能诬陷他们，法律有法律依据吧，是吗？这个事情我和北京的事，北京的事，与你们广西是没有关系的。在民警的一再劝说下，涂军答应以后会慎重对待这样的投资推销电话，但是他似乎依然不信，这个规模庞大的1200亿的精准扶贫项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嫌疑人主要是抛售的利益，给他们心理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理念，就是今天我做了，明天我做了，肯定有一天会成功，就是有这么一个理念信念。第一个是涂某投资了这么多年，他已经深陷进去了，他一直没有什么收益，而且还诈骗了这些人，还编织各种借口啊，给他一直抱对这个项目抱有幻想。第二个呢，他们会对这些被诈骗的人员进行洗脑，让他们学习什么国家保密法，还有学习一些中央内参的一些，他们这当然这个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就说这个是内部的秘密文件。他们所谓的保密法还特别强调说，警察队伍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让他们不要配合警察。经过4个多月的侦办，凤山警方掌握了以余刘和曾丽为首的诈骗团伙的架构。2022年5月中旬，收网行动开始。这些嫌疑人呢，都是打着疫情的这个疫情防控的旗号啊，他躲到那里，有些疫情防控中高风险的区域去继续实施犯罪。我是警察，行动。里面有刚取了多少钱？我取了这些全部的吗？取了多少？取了，你记不能数吗？你不要扭了，蹲下，蹲下。真相面前，他终于放弃幻想。诈骗手段花样翻新，打击犯罪任重道远。系列节目《反诈一线纪实》，深信不疑。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陆续到案后，这个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涉案事实
渐渐浮出水面。于刘和曾丽是该团伙主要成员，负责联系受害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给受害人打电话实施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称呼受害人时是用猪头这样的侮辱性称呼。猪头是什么意思？大腿的话那打别人的时候对挂猪什么意思？而团伙成员何仁和杨思负责购买大量实施诈骗使用的电话卡和银行卡，跟那个高中生啊、初中生啊买那个电话卡，买电话卡以后提供给实施诈骗的这些像曾啊、余啊这些人，但是他们卖卡的时候不见面，比如说卖一张北京的银行卡，是20000块，北京的一张电话卡至少是3000块。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在买卖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过程中，他们非常谨慎，所有的交易都是以不见面的形式完成的。在交易的时候，他会把卡放一个指定的地方，他们不见面，让他们自己去取，然后取卡的同时把买卡的钱也放在取卡的地方。团伙成员龙飞、李静和燕雄负责洗钱，俗称跑流水。你是否没有诈骗的犯罪行为？没有。你是做了什么事？跑流水，你是帮谁跑？帮那个跑流水。跑流水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吧，那个雇主将那个非法来源的资金转到你本人或者其他人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上，再通过他们的流转，是吧？最后将那个非法资金转回到雇主的那个账号啊，或者微信啊，或支付宝上。知道你帮他人跑流水的，就是非法来源资金，你未来要帮他人跑那个流水呢？我信卡，想把你的信拿出来。你帮了多少个雇主跑那个流水？只有一个。令警方痛惜的是，就在他们对嫌疑人陆续收网时，浙江传来消息，受害人涂军和身边的朋友再次被骗50万元，而犯罪嫌疑人正是于刘的堂弟于强。原来于强此前就在于刘手下当马仔，于刘等人被抓捕后，于强非但没有警醒，反而认为这是自己自立门户从此崛起的良机。你六点钟刚好一六的空间他等我，等你肯定给你管，给你租到的好吗？成本呢要不要试一试？对，随后于强给涂军拨通了电话，强调说1200亿元的扶贫项目是真实的，但是需要保密，所以警方也不知道内情。在他的花言巧语诱骗下，老人再一次上当，说这个你做的这个事是真的，你不要相信公安说的话。然后他又相信了，并且他们是买的是浙江那边的那个手机卡电话号码来打电话给那个杜某啊，以财政局当地工作人员的身份打电话过来啊，说再给你再缴纳那个50万元钱，这个1200亿的资金就可以给拨付到你们那个银行账户上去了。董某又相信了，又去召集那个团队成员里面筹集到那个50万元钱，又打到那个辫子的银行卡，提供的银行卡上。办案民警火速找到涂军，把案件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讲给涂军和他身边的老人，希望他们不要再上当。后来呢，我们讲人都抓了，拿拘留证给他看，人都抓了。还有呢，我们说呢，他们用你们的钱都去买车了，去买豪宅了，在南宁买房子了，买这个大奔驰车了，等等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作案那个手机电话卡
摆在他的面前，给他打这个电话过来，电话在他的面前响的时候，他就幡然醒悟了。这一次涂军相信了民警的话，彻底从嫌疑人布下的迷局中走了出来。然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骗局中，老人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还欠了不少外债。像涂军这样深陷迷局难以自拔的受害者并不少，警方在寻找受害人核实案情过程中，纸币门羹被老人恶语相向的情况非常普遍。你使用武力了啊，你这试试啊，周老你看这土匪。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报警的，这五万人里面包括交钱尽量缴纳各种费用的8000人里面没有一个报警的。这个交钱了之后，为了不让其他那些拿不到这个房产拿不到这个补助的这些老年人不让他们嫉妒，那我们这个我们就做这些事情必须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更加令人气愤的是，一位74岁的老人被诈骗团伙骗光所有积蓄后，诈骗团伙还用蝇头小利诱骗老人贡献出自己的银行卡，为他们的转账洗钱提供便利。确实，因为你让老人去辨别这个很难。我们的这个案子当中，我们也看了，他们伪造那个财政部的文件，包括冒充我们公安部部长的等等。我觉得其实老人说不要相信这些，你实实在在的过程中，没你有什么只要有困难，政府有救助的，这个要相信党委，相信政府，天上没有掉馅饼。截至9月中旬。凤山县公安局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8人，扣押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冻结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涉案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目前该案件仍在侦办当中。但这类案件破案的成本很大，人花费人力物力很大，特别是天津类诈骗，这个包括养老诈骗类的。再一个呢是追赃完整这一块往往都达不到，很难，所以我们今后吧，在这个整个案件的侦破当中，我们不光是打击犯罪，更要考虑到受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能更多的把被骗的钱财追回来，要返还给群众。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紧密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截至9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已成功破获养老诈骗案件39000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6000余名，打掉违法犯罪团伙4735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快破现案，攻坚积案，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源头治理，不断把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坚决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